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应该替我开心嘛。不是那个意思，但你有想过我们相处的时间已经很短了吗？当然替你开心啊，可是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未来？我不想跟你讨论这种没有结果的问题。没有结果？讨论我们的未来是没有结果吗？晚上才要来吗？你还说嘞，我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打电话给你哦，都不接电话，害我担心死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早餐吃了再走吧。餐厅灯坏了耶，你怎么不换掉啊？但对眼睛不好哎。还有啊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开冷气的时候房门一定要关啊，不然呢，你温度设定的再低，它都会冷啊。没事啊。烦了你，不要闹了啦。阳台的灯啊。是我帮你关的，你平常不都很省的吗？表姐婚礼不是明天吗？你怎么早上就来了？男方明天一大早啊就要来迎娶了，要准备的事情很多，我当然要提早来喽。哎，对啊，明天阿伦要载你去三重吧？他不会去。又分手了？你们两个到底怎么搞的？分了100多次了，这次又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都怪我，把你给宠坏了。好的对象你不好好把握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又知道了，我就不能按照我自己意思去做吗？才讲你两句你就这个样子，男生不被你吓跑才怪。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好，你也不关心我，一早起来就是念念念念念，烦不烦啊？资料部分的话要再做一点加强，不过整体来说还算不错，好好加油。谢谢您来参加今天的业务会议。我们公司因为要节能的关系，把温度设定在26度，所以您可以把外套脱掉，会比较舒服。知道，谢谢。谢谢。
帮你诅咒。好，那谢谢各位抽空来参加这个会议，接下来我会各位。那我现在要各位介绍的是102年的互动式教材开发案，那我们的设计开始。喂，妈。小卢啊，我刚从你小阿姨那边离开啦，可是我好像搭错公车了耶。在什么桥中二街啊？桥中二街离火车站很远呢，你赶快搭计程车回去啦。哎呦，不用了啦，干嘛花那个钱呐？哎，我看到有人可以问嘞。哎，小卢先这样子啊，我手机快没电喽。妈，您所拨的搞什么啦？什么搞什么？你知道我刚刚很担心吗？万一真的迷路怎么办？不会啦，找人家问就好啦。你看，我帮你买了新的电灯泡，哎，电器行老板说这种比较省电，待会上楼就帮你把它换掉。是我可以自己换啊。你就是这样啦，什么都要帮我。还要怪我找不到，哦，只会怪我，连句谢谢都不会说。谢谢了。啊？什么？你怎么来的？伯母，刚忘了。阿伦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都快退兵了，我要赶快上楼去。啊，对了，小茹啊，帮妈妈买一盒鸡蛋，晚上做你最爱吃的蒸蛋，啊。嗯。对不起。怎么会刚好遇到我妈？你妈下错车的那一站啊，就在我工作室附近。我刚好出门要买东西啊，就看到她了。当然就顺道把她载回来了。是哦，这么巧。念到晚只知道念念念念念，到底烦不烦？